じゃあ今终于还是要离开。不好意思，我们店长现在有事不在，有什么事儿您能跟我说吗？上错了吧？这道菜我没点。啊，真不好意思，我马上给您换。拿下去。换什么呀换？我们还赶时间呢，不要了。啊，对，我们不吃了。您。啊，您这边有什么问题吗？你就是经理啊？跟我说就行了。你这菜没熟啊？您这菜好像还没吃过吧？哎，你什么态度啊你？这菜的颜色一看就是没熟嘛。要不我马上给您换一份行吗？不用换了，我们不吃了，走吧。走走走，走。哎，来来来来，过来一下，过来一下。不好意思。来，过来一下。不好意思。有什么问题吗？你给我尝尝，这菜能吃吗？能吃吗？我让后厨给您处理一下，行吗？是啊，这样走。我把这道菜退了。退菜是吧？哎呦，蛋糕不是我们点的，有什么可以？蛋糕，这是我的彩虹蛋糕。嗯。既然大家都不吃。那些顿黑暗料理只能你独自享用了。这些都是我的黑暗料理吗？不过看起来比我做的好很多呀。菲菲，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？孟初夏，你为沈氏和餐厅辛苦工作，今天是离职前的最后一夜，所以我决定送你一个礼物。我请了好几位名厨，把你平时胡乱搭配的黑暗料理进行了研发改造，变成了独一无二的美食。希望你能够喜欢。哎，真的不想尝尝，它们是什么味道吗？确实比我做的好吃很多。你的这些恐怖搭配，可是难坏了那些大厨了。他们花了很久，才研究出这些菜色。本来是想等梦想中考结束，带着你们两个来吃大餐，顺便给你一个惊喜。没想到现在，成了说再见的晚餐。其实我和你很像这些黑暗料理，听起来毫不相干，放在一起却让人难以想象。但孟初夏，你之所以把它当成生活里唯一的乐趣，不就因为总抱着希望，憧憬着能够尝到与众不同的味道吗？事实也证明了，
只要找对方法，天差地远的食物也能做出特别的美味。不同世界的人也可以一起创造出一个新的小世界。谢谢你为了我费了这么大心思，不仅记得我做的这些菜，还把它们都变得这么美好，谢谢。时间也差不多了，我该走了。可是咱们还没有买单呢。买单？对啊，谁说在自己餐厅里吃饭就可以不用买单的？不过你放心，这顿我来请。坏了，我忘了带钱包了。没事，我来买吧。不行不行，说好了我请的，怎么能让你出呢？初夏，趁着现在没人，不如咱们跑了吧。逃跑？你是说你要在你自己开的餐厅里面吃霸王餐是吗？然后甩开我的手，头也不回地走了。那个瞬间，我知道你错了，因为我终于找到了答案。初夏，我是个爱情被带走了的人，但是不知道从哪天开始，你把爱情给我带了回来。我爱你，莫初夏，你能不能跟我在一起？让我温暖你，照顾你。拼尽全力地打动你的心，使你爱上我。你先别急着拒绝，我知道你一直觉得爱情这件事远得要命，但是只要你愿意拉紧我的手，我一定会带你到达那个遥远的地方。从青岛回来之后，我的表现的确不好，但是你要理解，这么多年了我没谈过恋爱，突然陷进爱情里，连我自己也搞不清楚状况，这是很正常的，所以我真心的想请你再考虑考虑。玄安，我先别说，先别说，如果没有想好，可以过两天再给我答复。玄安，你确定现在不听我的答复吗？那你说吧，要不还是先别说。刚才你问我什么来着？
我问你能不能跟我在一起，能不能让我爱你，温暖你，照顾你。你说什么？没听到就算了，可是了，我只会说一遍哦。听见了，现在听见了，太好了，我真是太高兴了。成了！功成身就了，咱们走吧，走吧，走吧！哎，再看一眼，再看一眼！东西呢？还没收拾呢。你该不会还没跟丁飞和孟想说咱们俩的事吧？我们俩什么事啊？孟初夏，你不能翻脸不认啊，这不是爱情骗子吗？我没有不认，我就是没想好怎么跟孟想和飞他们说呢。地出门啊！你们都知道了是吧？怎么知道的呢？你们动作还挺快的。其实呢，在你去餐厅之前，我们已经把你的行李全部都收拾好了。哦，看来菲菲小姐对我是很有信心的嘛。没有啊，我只不过是跟梦想达成了共识，不论孟初夏答不答应你，他都被扫地出门了，因为我这儿是不收留有家不归的人的。梦想，虽然你已经知道这件事情了，不过还是要。沈岸这个人呢，在我心中目前只有50分左右，想让我叫他一声爸呀，怎么着也得达到80分以上。所以呢，你们俩不要高兴得太早，都继续努力吧。愣着干嘛？赶紧回家了。
炸牲口之类的呀，都歇了，全靠他了。你小子少得意啊，过来帮忙，不然以后的日子可不好过哦。你又欺负我儿子是吧？明明是他先欺负我的。接了吧，一路上都挨了多少天，他应该着急。德庆，我没事。喂，佳颖。喂，沈哥哥，现在网上和媒体都说我是小三儿。爸，我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，他们是不是要害我？我好害怕，好害怕！你能不能现在来陪陪我？佳颖，我和初夏已经和好了，相信记者们很快也会知道这个消息。那个新闻用不了几天就会过去，你不要太担心。我今天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呢。恐怕不能去找你了。如果你真的害怕，初夏倒是可以去陪你。处理好了吗？嗯。我们把东西收拾好之后，跟我去见个人吧。好，我们去见他。若楠，我们来看你了。看到我们两个一起来，相信你也猜到我想说什么了，对不对？对不起，若楠，我还是决定拉住他向我伸过来的手，认真努力地生活下去，就像你跟我约定的一样，要幸福。若楠，你把初夏托付给我，让我照顾她一辈子。曾经我把这句话当做你的希望，没有怠慢过。现在她成为了我对你和初夏的承诺，我会用一生去遵守这个诺言，不让她再吃一丁点的苦，再受丝毫的委屈。请你放心。若楠，以前我认为是把你一个人留在了这里，可是现在我知道了，你活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。所以从现在开始，我会加倍的坚强，加倍的珍惜，因为我不只为梦想，为审案，为我自己而活，我还要替你继续走完以后的人生。若楠，我们永远在一起，好不好？菲菲，你今儿真不来啊？今儿全都是明角啊！我这两天好不容易把初夏的事儿给搞定了，我跟魏正德当然要过过二人世界了。哎，你可真不辜负二鹏这个名字，预约女孩看相声。你这样什么时候才能泡到姑娘啊？哎，菲菲，菲菲，
表演一下这个怎么样？给大伙儿表演一下，抢着搁，平辈之间。对呀，得抢着搁，必须得抢啊！抢啊！来啊！来，兄弟，哥哥，过年好，过年好，我给您拜年，我给您拜年，我给你磕头，我给您磕，我给你，我来抢，我给您磕，我给您磕，我磕，我来，我磕，好，平身吧。你不磕呀？哎，我抢不过你，怪我腿快了是吧？太急了，这是抢着磕头啊！还有别的吗？哎，有啊，还有什么？这是咱们中国的礼节啊！你到了外国就更讲究了。到哪儿啊？欧洲，欧洲讲究接吻礼。这个大伙都知道，嗯，接吻吗？那个，明白吗？明白啊。但人家讲究的是不同身份之间吻的位置还不一样。哦，这还有区别呢。像朋友之间，俩朋友吻哪儿？亲哪儿？吻脸颊。哦，就是脸蛋儿啊。再给大伙表演一下。表演这？哦，我的朋友不合适，我觉得不行，不行，不行，不行。行了行了，别打，我不是已经回店里了吗？三号。哎，鹏哥回来了。哎，我好。哥，您的烤板筋和烤大蒜。老板，哎，乔佳颖，怎么又是你啊？你的店吗？哦，我刚才在相声馆就是你啊。我十多岁吧，才跟着我爸妈去了美国。在那之前，小时候的生活都跟你们过得差不多，爱听相声，爱看热闹，爱吃路边摊。后来，我爸妈在美国发了家。我又认识了沈哥哥，我才逼不得已装成一副富家小姐的样子。哎，那我之前骗你说毛雪旺是血色浪漫，溜肥肠是意大利面，我全懂。我跟你说，我不光懂，我还会做，我手艺超赞的。真不知道是你演技太好还是我太丢人呢。这么多年我喝咖啡，吃西餐，听高雅的音乐，可是我心里根本就不喜欢这些东西。不开心的时候，能安慰自己的，还是小时候的东西。嗯，哎，你要这么喜欢吃的话，我带你去哪点去？嗯，木木哥哥，你能不能帮我保守秘密，不要把我的真面目告诉他们呀？行是行，不过你得答应我个条件。以身相许我可做不到啊。哎呦，以身相许我有那没品味吗？我说你别以后叫我捧捧哥哥了，你这个叫法还你现在吃相，叫人一身鸡皮疙瘩起的一层又一层。捧捧哥哥，你可不可以帮人家再拿两串馒头片吗？行，打住，我现在就给你去拿去。麻死我！麻死了你！快点哦！由此可以看出，咱们的新口味咖啡，在试投放的四个城市，都得到了非常好的反响，为进一步扩大生产和市场投放，打下了基础。嗯，太好了，看来沈总主推的新款咖啡一定会帮我们沈氏从茶饮料的失败、资金的紧张解脱出来，那么我们股东也就松口气了。不过对美国 M 集团还是不能掉以轻心，他们最近已经把
对沈氏的挤压从美国市场延伸到亚太地区，而且是又猛又快，实在是居心叵测。这个 M 集团跟沈氏和平共存了十几年，为什么最近突然对咱们的攻势这么猛烈呢？应该是和领导者的经营策略有关，他们的领导层近期内会有变动，但具体情况还在调查中。针对 M 集团的挤压，我之前采取的一些措施都已经开始起到了效果。最重要的是，咱们的新咖啡将会成为击退 M 集团的非常重要的武器。沈安，他们送来一批上好的大闸蟹，晚上我请了太丰楼的厨师，你要不跟几位叔叔到我家去聚聚？恐怕我不能赴宴了，今天晚上我已经约了太太。你天天下了班就回去陪太太，那少天不行吗？董事长，看到那个总裁和沈太平安度过危机，感情又这么好，我们都很开心呢。沈安，下回带你太太到我家，叔叔好好的请你们喝两杯。哎，今儿菜不错吧？嗯，好。我说要咱们先走一个，干一杯。好，来来来，干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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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才叫合家欢嘛。在经历了重重的波折和考验之后，我还有初夏这两个老大男终于找到自己的主啦。菲菲，你的快乐就建立在我的痛苦之上。哎，胖老弟，我敬你一杯。威哥，以后我们家菲菲就交给你照顾了。如果你要有空的话，也顺便来照顾照顾我，我一点都不在乎。好啊，祝你们幸福，我干了啊！好。初夏，是啊，我也借着这一杯，祝你们幸福。太弟啊，你为我和初夏做的点点滴滴，我们都记在心里。能有你这样的朋友，是我们莫大的福气和光荣。这杯应该我们敬你才是。这没什么，但你别忘了对我的承诺。当然了，欢迎继续监督。嗯，哎，没饮料了哈。没了啊，你去拿点去啊。来，我去吧。哦，好。对爱情遥望的人手拉手走到了彼岸，是不是很感慨？不只是感慨，还很心酸。泰迪学长，你倒是越来越坦白了。其实说实话，刚认识你的时候，我觉得像你这么温暖的男人肯定没有哪个女人抵挡得住。可是经历了这么多，我才发现男人太温柔了也不太好。爱情这个东西，总要伸手去抢一抢的。是啊，到底还是自己走错了。其实一开始我还挺怪你的，我觉得是你对初夏太不主动了。但是慢慢的我才发现，可能是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爱的方式，没有对和错。总有一天，你会用你自己的方式找到你爱的人。就像你和魏先生。是啊。好了，走吧。Thank you.
窦市长，事情都到了这个地步了，要不然我还是把孟姐的情况都说出来吧。不行，这是能拖一天是一天。沈岸，要不你先别进去了吧。哎呀，唠叨一路了，你就放心吧，只要好好解释，我相信爸爸妈妈他们是会相信我的，你就不用再操心了。怎么信呢？报纸上你跟乔占颖的照片那么大，家里还来了这么多记者，我还当着他们面说不能原谅你，我爸肯定气疯了，说不定真会动手打你。那就让他们打两下，我扛得住。好了，快走吧。如果你老爷真的动手的话，你记得冲到前面去挡一下，知道吗？不是，你为了审案就把你儿子豁出去了。我告诉你啊，待会儿老爷要真抄东西，我绝对站在老爷那边。哎，你这孩子，梦想。回来好，回来好啊！我看看。小沈都瘦了，老婆子，哎，去多加几个好菜，准备好了。啊，爸爸，妈妈，你们不生我的气啊？小沈呀，这事打一开始我们就不信，连街坊邻居都说小沈不是那样的人。那天初夏从家里走了以后，丁飞就告诉我们，说那照片呢，十有八九是信乔姑娘捣的鬼。他还说他一定会。找到家里来，找初夏摊牌的。当时吧，我也半信半疑。后来他就真的找到家里来了，这不就印证了丁飞说的话了吗？后来吧，又过两天，丁飞打来电话，把事情的前因后果都说得清清楚楚，我们心里这才踏实呢。是啊，小沈啊，这事儿吧让你费心呢。我们家初夏呀不懂事儿，也不知道怎么解决问题，还老躲着你。千万不要怪他啊，妈，他惹出这么大个事儿，你现在说的好像是我犯了错一样。一个巴掌拍不响，你还没有错。小沈呐，这饭还没有好，要不咱们爷俩进去杀两盘。好，哎，好，来，我炖排骨去。梦想。我们俩算彻底失宠了，哎，你可别把我算上，我呀是沈安他们那波的。哎，老爷，我也给你们下象棋。你是不是？早就知道了，照片的事情是佳颖安排的。从看到照片的那一刻我就明白了。不过毕竟是这么多年的朋友，可以说我是看着佳颖长大的，总不能跑去责怪她、质问她。倒是你好像也不是很怪她的样子。其实如果没有他做的那些事情话，我和你可能也就这么平平淡淡的分开了。怎么，现在想想是不是后怕了？差点错过了我这种好男人。是谁给你的这种自信呢？后天有个慈善拍卖酒会，你跟我一块儿出席，以沈太太的身份。不许逃跑啊，我会直接把你从家里押到宴会厅的。
真不错，不愧是我儿子。我天生丽质，跟你没有什么关系。紧张吗？有点。你呢？呼吸有点困。来，预祝咱们今晚都能满意而归。你们两个又在我背后说什么呢？孟初夏，有时间监听我们还不快出来？啊，妈，我们要走了。快出来让我们看一眼吧。好像有一点高，可不可以换一双矮一点的？不行，走不稳的话就一直挽着我。今天我就是你的拐杖，你是我值得炫耀的女神。哎呦喂，行了，我先走了啊，路上慢慢吐。路上小心点啊！知道了。王美玲董事长，请问您儿子和儿媳现在重归于好了，您高兴吗？那当然了。那您对他们有没有什么寄语想说？今天是慈善酒会的。乔小姐，请问照片上是你吗？跟我说两句吧。说两句好吗？乔小姐。哎，上次坐白账上确定是他吗？嗯，本人现在肯定不能承认，八九不离十吧。哎，你看，三个人现在碰一块了。哥。肯定是他。嫂子。好久不见。